老樹的根所造成的陳皮咧，功效和藥用價值都比較好嘅。咁佢最大的特色咧，就係話佢個陳化嘅顏色咧係比較深。講得冇錯啊！咁呢啲陳皮應該全部都係正嘢啦。不過要小心啊！有啲無良嘅商人會將陳皮染色，扮靚陳皮，食咗染色嘅陳皮對身體都唔好噶。咁點先可以分到真假？真正嘅靚陳皮，佢嘅顏色係棕色，油質咧是比較自然的，它的內囊呢你看到呢是陳化顏色都是均勻的，也都不會發黑。至於染色的陳皮，它的表皮呢就較為黑色，它的油質呢因為染過色呢所以呢就會反白光，而個內囊呢因為浸得太久了所以也都會呢就浸甩了，而且個顏色呢也都會不均勻的。我都有個小方法分辨的，真的會令水色微黃透亮，有染色的就會看到陳皮脫色，水色也會明顯地深一點。